其妹子面目也不太白。好，今儿天麦子一撒种啊，算是完成了。得好些麦在这个品里，两毛多钱呢、啊？只要八九十斤啊，没撒厚了。拿这些牛粪在这撒厚了，门又没用。你看杠子都强，有点闷了，打点煎气它供呗。啊，你出来多帮一刀，你娃子一顿拱都拱断了。你哦，这门打不进去是吧？腿上，人妹子都出了，你看。用铁丝棒啊，不破这灭棒啊。这妹子长得也是丑人。去年用牛粪种的麦子是淘那么大的神，今年收的不多，就是要淘点新麦子吃。你麦子面目吃的还是很有劲道的，要是今年麦子太少了。